嗨，大家好，我是七掌柜。今天带大家来到的这间庙是用20亿巨资盖成的新北五谷贺圣宫。听到五谷，相信稍微熟悉新北市的朋友比较容易联想的就是工业区，以及近年很红的周子阳住宅从化区，代表着这里的发展热络，地价昂贵，有钱的新移民众多。照理说这样的地点应该是朝工商业发展开拓，怎么会有人在这里盖庙呢？今年七掌柜就带大家到五谷贺圣宫来拜拜，并让大家认识并了解关于五谷贺圣宫你可以知道的七件事哦。第一件事，五谷贺圣宫主祀神尊为玄天上帝，而这里的建庙者是力宝集团董座吴宝田先生和他的夫人王美瑜女士，耗时10多年，花费20余亿所筹建而成，并由董座夫人王美瑜女士担任公主。公主出生于彰化二林，从小家里就是侍奉玄天上帝，也因此即便和先生到台北创业，也一样将玄天上帝请到台北奉拜。而也因玄天上帝常屡现神迹，帮助公主的事业一路成长，并也要公主允诺日后要为其盖庙，也因此有今日贺圣宫建庙落成的因缘哦。第二件事，力宝集团事业包括力宝建设、饭店、乐园、百货、生医还有诊所等等的领域，事业体估计超过数百亿。但董事长吴宝田先生当初是从水泥工白手起家的哦，由于勤奋认真、工艺精湛，因此才慢慢从包商、建商一步一脚印的发展起来。而听说其夫人，也就是公主王美云女士，也曾经在一旁协助掏水、搅拌水泥帮忙，而玄天上帝也一路护持他们庇佑事业发展。尤其当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后几期萧条，加上当初力宝建设在五谷的建案遇到大雨泛滥成灾，公主当下就向玄天上帝祈求能够庇佑建案基地安全，而玄天上帝也真的应允并大显神威，让雨水泛滥的淹水冲击从建案旁边流过，不但建案整个毫发无伤，最后也顺利完销哦。第三件事，贺圣宫全栋是地上8楼，地下3楼。而地上的8楼，从外面的庙瓦屋檐来看，很明显共分为3大殿。在1楼的正殿，可以看到我们的主祀神尊北极玄天上帝，在这里共有3位地爷公哦。这3位地爷公听说各有不同的主掌职权哦。大地爷公主掌风水地理，求财求利，想要像公主夫人这样成就大事业、大生意、赚大钱的，就可以来向大地爷公祈求。二地爷公主掌的是斩妖伏魔、治煞除业，所以如果有小朋友受到惊吓骂骂号，就可以来这边请二地爷公收惊驱邪。而三地爷公则是主要掌管的是医病健康、解厄无灾。同时在主殿的两旁也有奉祀天上圣母、观音佛祖、太岁星君、文昌帝君、祝生娘娘，还有福德正神等等的神尊。而在光明灯的前方也有2尊地爷公，贴身护法康元帅、赵元帅于此护守哦。我们再往上来到4楼的药师殿，里面则供奉有药师佛祖、观世音菩萨、天上圣母、显应祖师，还有文昌帝君等等。听说啊，当初是由地爷公亲自指示公主，
必须要请西方三圣中择一供奉来祭祀救人。公主及公请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来此供奉，所以如果想要祈求身体健康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来贺圣宫来参拜药师佛菩萨哦。再走到六楼的凌霄宝殿，这里则是有供奉我们的玉皇上帝。凌霄宝殿的壁面上也有36天罡和72地煞护法的彩绘壁画哦。第四件事，贺圣宫建筑雕梁画栋，除了原有宫庙会有的风格呈现之外，原木雕刻精细，再搭配彩绘艺术，整体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同时也还保有庄严沉稳的感觉。而且整栋宫墙外观也全部运用石材建筑，这样的规格配备可说是只有豪宅才会使用看到的等级了，相信真的是造价不菲。同时贺圣宫也还曾经荣获国家公共建设优质奖，果然有发挥融入公主的建筑本业专业哦。第五件事，当初公主寻遍四处，但始终找不到适合的建庙用地。后来梦到玄天上帝跟公主说，就是要现在这块本基地来盖宫。但其实啊，这块土地原本是力宝集团要坐在五谷的公司地标建筑用地，但既然是地牙宫亲选，因此整个集团开会通过，宁可舍弃上亿的商机获利，将其变更成为宫庙用地，也要完成地牙宫的盖庙承诺，感恩地牙宫庇佑护持。由此也看得出公主和吴宝田董事长的信用原则，也难怪能够做出这么大的事业体规模。第六件事，据闻贺圣宫旁边有温子尊水流经过，这能让玄天上帝的护法神龟有如如鱼得水，并化水为财，生生不息。而对面的观音山则是能让护法灵蛇借山势养精蓄锐，能让做事业的魄力大增。而站在楼上药师殿和凌霄宝殿外面看出去，的确也有一股强大的气势澎湃感。所以七掌柜也相信，如果有好的风水地理灵庙，一定也对来这边拜拜求财祈福的信众有大大的助益加分，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这边拜拜走走哦。第七件事，贺圣宫的公主王美云女士
因从小就看叔叔展示演练玄天上帝科仪，在耳濡目染以及玄天上帝的教导训练之下，公主本身真的是能为信众处理米卦、收金、祭改消灾、不孕解厄、龙鞭驱煞等等的法教科仪哦。所以并非只是挂名而已，而服务的项目在庙门的前方也有标示说明的很清楚，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贺圣宫祈福拜拜，很有可能就是百亿身价的总裁夫人公主本人来亲自帮你处理祭改不孕哦，刚好也能沾染一下公主的贵气好福气。看完今天七掌柜带大家来到五谷贺圣宫拜拜走走，有没有更认识这里的呢？而如果你也曾经来过五谷贺圣宫，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区告诉七掌柜哦。同时也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掌柜拜拜购内容，也欢迎多用行动支持我们，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并且一定要记得开启小铃铛，这样才能够收到我们每一次的商片通知哦。有你的支持，我们会更有行动力带大家拜拜购，分享更多的祈福好庙给大家哦。我们下次见。